好多粉丝朋友私信我哋，要交通超级方便嘅，配套好完善嘅大亚湾嘅中心区啦，又要近地啲，又要咁近地啲啦，又要去惠阳站方便啲嘅。噔噔噔，哇，好大气啊！最稀然三个大字，系啊，呢个小区花园其实好舒服啊。我觉得阳台望出去景都好舒服喎、啊，楼间距都 OK 喎、啊。呢、这个楼间距咧有成80米度嘅，望出去啦，哇，可以睇到小区红楼嘅花园。点解个上楼咁高呢？我俾大家知，因为咧佢赠送咗呢个系一个生活露台嚟嘅，赠送一半嘅啫，即系我阳台部件咁咯。要想要万达附近嘅。配套方便，交通又方便嘅，咁同埋我唔使咁大嘅啫啦，因为我可能两公婆过嚟住啦，系咪？呢个单位都系发展商而家保留嘅一个，即系比较咩啲？净系有15度噶，错过就冇噶啦。Hello， 大家好，我系喜家 Lily， 咁而家我到咗系大亚湾最中心嘅万达广场啦。我哋而家嚟咗呢个万达广场。咁今日点解会喺呢度影片呢？因为好多粉丝朋友私信我哋，要交通超级方便嘅，配套好完善嘅大亚湾嘅中心区啦，又要近地啲，又要咁近地啲啦，又要去惠阳站方便啲嘅，咁呢个楼盘咧系真系好啱大家，呢个楼盘咧就系我哋万达广场，嗱呢条路过去400米就可以到嘅瑞熙园，相信咧好多粉丝朋友之前都有睇过呢个楼盘嘅，之前系买大积嘅，而家咧攞咗10几套增长房源，52个方可以做到2房嘅单位俾到大家，佢个实用率系超级高噶啦。OK， 咁先讲翻我哋呢边嘅一个配套同埋嗰个交通情况先。而家所在位置咧系万达广场，佢建筑面积系有16万嘅，系属于一个超大嘅 shopping mall 啦。下边可以睇到。有飲奶茶嘅啦，同埋瑞興咖啡啦，裏面嘅肯德基啦、麥當當啦，同埋一樓一層都係屬於一個居家嘅一個用即係買嘢度地方咯，係比較多嘅。同埋中間嘅2樓、3樓咧，就係男士、女士嘅服裝，4樓就係食肆嘅啦，即係裏面嘅配套係好多嘅啦，同埋咧有定萬達嘅影城啦。系成个配套系 OK 嘅，系成个大亚湾入边最热闹嘅最热闹嘅，系最大嘅 shopping mall。咁同时咧呢边仲有2个，咁从呢度过去咧，差唔多系一个200米就有一个翡翠山嘅一个热田一个度假一个广场啦，同埋咧嗰度有个一条街嘅酒吧。如果我哋粉丝朋友中意啤啤嘅，去嗰度，同埋嗰度环境好靓嘅，因为下边有个好大嘅湖。环湖嘅系比较舒服啲嘅啦，晚上系好 OK 嘅、哦。咁最过去咧就系、是、个吾悦广场啦，3大 shopping mall 都系围绕呢个片区嘅，系好方便嘅啦。同时咧，如果我哋唔想行商场，买餸喺边度咧？万达后边仲有一个东莲市场啦，都可以买到新鲜嘅肉类啦、海鲜啦。拎返屋企煮喎，係好方便嘅。OK， 咁呢个配套呢，我相信好多粉丝朋友都比较熟悉啲嘅。咁我而家所在位置嘅右手边呢度直行过去呢，就係、是、深圳嘅方向啦。咁呢度离深圳嘅交界处有几远呢？交界处嘅差唔多係一个6公里左右嘅一个路程就可以到啦。咁去到沙田站就20几分钟，打步的10几蚊就可以到沙田站。我哋可以坐地铁返到深圳龙广返到深圳嘅各大口岸都系比较方便啲嘅。或者我哋可以坐高铁去到深圳北站，就是、我哋左手边呢就系、是、可以去到惠阳站嘅。可以坐公交车返到惠阳站到深圳北站，或者直接坐高铁到香港西九龙嘅1个钟就可以到啦，100蚊嘅一个飞价嘅，系好方便嘅啦。咁同时呢，我哋呢边仲有一个出行就系、是、西湖出行啦。我哋可以喺对面呢度有个公交车站，放大俾大家睇。等阵会影个一个片俾大家睇。呢、这个位置挡住咗、不过会放一条图片俾大家睇一睇。呢、这个西湖出行咧系直接上呢个沿海高速嘅，1个小时咧。就可以直接去到呢个深圳莲塘，同埋呢个路或者嗰个福田口岸嘅。
20蚊左右就可以直接去到深圳关口啦。系，即系我哋住喺呢度啦，有三种交通方式，可以坐高铁，可以坐地铁，同时咧可以坐四湖之行，系好方便噶啦，唔使担心。我哋早上咧6:00-7:00到晚上11:00都系有车嘅，系 OK 啦。咁今日带俾大家嘅呢个楼盘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过去对面就系啦，瑞熙苑52个方做咗两房，同埋咧。仲送一个车位俾大家喎！而家我哋粉丝朋友系咪急住睇下呢个楼盘嘅情况啦？咁而家去睇下我哋嘅呢个公交车站嘅情况先。咁而家到咗系我哋公交车站啦。咁我哋嘅楼盘喺边度呢？就喺正斜对面嗰度，瑞熙苑啦，系啦，好方便嘅，100米行到呢度位置嚟，有4条公交车站啦，203去到澳头嘅。买海鲜嘅系啊，第二138咧都系去到嘅惠阳汽车总站啦，同埋咧有317B 啦，去淡水、大亚湾都有嘅，老城区嗰边嘅，咁仲有 K2 咧可以去到惠州市、系城区嘅，咁公交车比较多啲，奔驰啦都系好方便噶啦。咁可以睇到嘅，我哋山后对呢个位置咧系一个生活超市啦，即系我哋落楼就可以呢度买餸噶啦，系好方便嘅。OK， 咁我哋呢边位置同大家讲翻声，呢度系一个学校嚟嘅，八小系啦，一个高中部啦，系咁即系我哋买呢个屋苑咧，后期唔使住出租出去系 OK 嘅。咁而家去睇下售楼部嘅情况。咁而家到咗我哋瑞熙苑嘅售楼部呢度，先同大家介绍个交通同埋一个配套。咁所在位置咧喺呢度啦。咁我哋头先最开头系边度过嚟？喺万达广场。咁万达广场头先讲咗啦，呢条路一直过嚟龙山北路400米唔到就可以到我哋屋苑楼下啦，即行路都唔使5分钟，好方便嘅。OK， 咁讲下呢边嘅一个交通情况先。咁我哋后期住喺呢度，点样坐车过嚟？头先讲咗啦，呢度咧有高铁有地铁，可以坐西湖出行嘅。咁高铁喺边度呢？呢度有一个惠阳站啦，嗱喺呢个位置嘅。喺我哋屋企门口对面咧，头先我哋都有介绍过，喺即系龙山北路呢个位置咧，系有个公交车嘅，可以坐公交车直接坐到惠阳站，高铁站可以直接去香港，香港西九龙，又或者可以嘅时间，又或者可以坐到深圳北，深圳北站两种交通方式嘅。咁后期咧，我哋都可以坐西湖出行啦，即系我哋出咗门口呢度龙山北路。呢、这个万达对面头先讲咗啦，可以坐西湖出行，坐公交车22蚊，系去20蚊左右咧，去到深圳嘅系 OK 噶啦。或者我哋可以坐地铁，咁地铁咧就喺呢度啦。地铁呢度过去就喺个沙田站嘅，过去就半粒钟嘅时间，20几分钟就可以到沙田站，可以翻到深圳嘅各地口岸，或者去到深圳去玩啦，都系好方便的。系啦，早上6点钟到晚下11点几都有地铁坐嘅，有地铁坐。包括我哋个公交车咧，个时间都系6点到晚上嘅11点，所以无论你选择边一种交通方式，非常之方便。真系好方便，即系我哋都呢度都知道系属于大亚湾最旺嘅一个地方啦。万达广场就系400米，再过远少少，呢边系一个翡翠山嘅一个倒计，呢个翡翠山嘅一田广场。咁前边落去就系五月广场嘅三大商圈围绕。咁我想问一问 Lily， 咁市场咧？咁我哋平时买餸，如果我哋买餸六楼兆区园林，即系原本会带一个6000几平方嘅商业啦，同埋咧马路对面有个生活超市，生活超市可以买到我平常嘅一个肉类啦、菜类啦，或者佢大啲嘅市场喺我哋万达后边呢度有一个东联市场，系东联市场。呢度呢个市场就系一个超大的一个湿街市场啦，系啊，同埋万达商广场入边咧都有一个永辉超市嘅喎，万达里边都系一个超市嘅，即系我哋可以去到市场啦，去到超市啦，你想去边度买嘢啦，都系好方便嘅，系啊，即系我哋粉丝朋友好多要想要市区里边细积嘅，咁呢个楼盘
好啱大家嘅。係，咁同埋咧，成個大亞灣嚟講，龍海二路至龍山八路呢條路咧係最熱鬧嘅一個地方，同埋本地人住最多嘅一個地方，因為周邊學校都非常之多嘅。係，係啊，因為周邊學校啊、交通啊，同埋呢個醫療商場，全部冚唪唥都喺呢個位置噶啦。同埋呢邊嚟講都非常之熱鬧咯，比較熱鬧啲咯，係啦。咁我哋就唔啰嗦咁多啦。如果我哋想要呢啲配套嘅，同埋咧帶阿孫哥嚟玩都方便啲嘅，隔離仲有一個兒童公園啊，係。咁你成個配套係 OK 噶啦，咁唔啰嗦。我哋去花園睇睇，睇下花園幾個情況有幾靚仔。如煙因給你遞過火，如火。也没用掉我，回望最初，当初失事得着可不可？可痛若离歌，乐如儿歌，像你没来过，没去过。Hello， 先带大家睇下小花园嘅情况啦。噔噔噔，哇，好大气啊！瑞熙苑三个大字，系啊，呢个小区花园其实好舒服啊，吓。系，即系呢个中庭嘅位置，一入嚟都知道呢个小区系好高端嘅。咁行下花园，成个绿化咧可以睇到啦，发展商做到咗。綠化都是一層一層的，都做到比較靚仔啲啦，同埋呢啲大樹啊都好高啊。呢個都係啱交樓冇幾耐，都花園都做到比較靚嘅。咁可以睇到下邊呢啲藍色就係一個健康跑道，係小區有兜一圈啊，度差唔多係1000米嘅一個跑道啦，即係六樓散下步，六樓行兩圈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噶啦，平时两公婆食完饭喺楼下散步，几惬意啊！系都好惬意嘅。咁里边嘅设施咧，又有泳池啦，系同小朋友玩啲娱乐设施啦，运动嘅一个器材都系有嘅。同埋呢度中间呢度系属于一个会客厅嚟噶啦。咁呢度都有个游泳池噶喎。嗯，里边系有个泳池噶。咁可以睇到成个卫立面啊，佢系质素系 OK 嘅，好高端啦。啊，呢边咧就系九座一个大堂啦。等阵会上面带大家睇下个单位嘅情况。嗱，佢系比较高啲嘅大堂，系比较靓仔啲嘅。咁52个方咧都系有两座单位有啦。呢一座系9座，前面呢座系10座，呢两座可以拣。咁10座咧就系马路边嘅，会平少少。今日带俾大家咧系睇花园嘅朝南嘅一个户型。即系前面突出嚟呢两伙就系细积嘅，即系睇花园嘅。系比较好啲嘅。咁以为睇下个大堂嘅一个情况。佢话呢度嘅物业费系几钱啊？系呢边嘅物业费咧系29000嘅，停车费咧系290啦。咁呢边停车位依家有送系咪啊？系可以送一个车位俾大家，系唔使买嘅。如果我哋唔即系我哋住翻呢度冇车嘅，可以租出去200几租俾业主嘅，系 OK 嘅。即系嗰个停车位嘅话系送70年使用权嘅。系。哦，咁到时可以租俾人哋都 OK 喎，可以租俾人哋正嘅喎，200几蚊，系啊，系。咁而家入嚟呢度系一个9栋嘅一个大堂啦，嗱，俾个镜头俾大家，哇，质素系高端嘅，同埋呢度入嚟咧系有一个治安嘅呢边嘅密码拍卡锁啦，系喺个连住物业嗰边嘅，系好安全噶。嗯，是 OK， 即是可以人脸识别啦，又或者 bit 卡又 OK 啦。是啊，这个大堂其实都做得好大气啊，超高都差不多是6米的高度的，是质素 OK 的。是啦，这里是有信箱的，那我带到这边用的比较少一点啦。OK， 那现在去看看上边的一个情况，一坐拎上去看看。好，现在跟阿 Helen 到到我单位上边啦。那现在所在位置呢是9座的单位啦。那这边呢是有看到啦，2部 lift 的。系咧，呢度仲讲有4伙啦，前边咧系细积嘅，后边两套咧就系大积嘅啦。咁可以睇到啦，哇，哎呀，系咪？佢睇成个呢间啊，佢装修都质素好好、啊、喎。好好啊，全部系有做埋呢部大啲嘅一个
瓷砖啊，嗬，呢啲颜色又比较襟睇，同埋每一层楼咧都系有呢啲吊顶嘅。即系呢度发展商咧好细心，我睇到好多鎏金，佢系冇做微缝嘅，喺呢度系做咗噶啦，系。咁同埋我哋而家系现楼嚟嘅，系现楼状态啦。呢边系有个采光嘅位置嘅，成个鎏金光线系 O K 嘅啦。咁而家接住嚟睇下细节单位，呢边咧系突出去嘅两套细节52个方嘅，呢度系有个消防门嘅啦，咁佢系比较安全啲嘅。过嚟去睇到呢度空间都好大喎，系啦，都唔会讲压迫嘅，因为好多细单位都系啲即系有啲似佢酒店即系公寓嘅嗰啲嘅，咁呢套嘅佢系一个住宅两低八火啊，九火呢啲嗬，系啊，呢度系一个70年嘅产权，系住宅嘅啦。咁可以睇到呢度都系有通风井，一个光线系好嘅。咁呢度两个单位啦，而家睇下呢个单位嘅52个方啦，系无批嚟噶。咁佢上率系超级高嘅，等阵大家就知噶啦。52做到两房，系。咁呢度咧系一个高标嚟噶啦，嗱，哇！门好重喎、哦，呢个系一个防火门嚟嘅，质素系好好嘅啦。同埋咧，我哋会业发展商去交标一个密码批卡锁嘅，系都系有嘅啦。嗱，呢个密码有冇指纹噶？这个、呢个咧就冇有指纹，呢度有个指纹嘅，系、哦、都 OK 嘅。咁锁匙都唔使带啦，唔使带锁匙，好方便嘅。OK， 咁系无批房啦，所以我镜头睇落去会有啲暗暗地嘅，咁装修会。比较靓仔啲咯，要自己装修啦。咁入嚟呢度有个玄关位啦，后期呢个位置咧，我哋可以做一个到顶嘅一个鞋柜啦。咁入门就可以换鞋，系比较方便啲嘅。同埋咧，如果大家惊麻烦，唔使担心，我哋起家去可以做埋全屋嘅定制同埋我哋嘅装修啊，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系 OK。咁过嚟睇下厨房嘅位置啦。咁入门嘅一个右手边系厨房嚟嘅，可以睇到厨房空间，哇，我觉得好大喎、啊，52个方可以做到。差唔多有5个方左右嘅厨房啊，哇，做个7字形嘅厨房咁样设计啦，咁即系如果装修成间厨房嘅一个装修费就1万多啲就可以搞掂嘅。两个人喺厨房煮嘢食都 OK 嘅，咁空间好大噶啦，系足够嘅。咁呢度系切菜位置啦，炒餸喺呢度啦，咁呢边咧可以放啲电饭煲啊，或者我哋嘅杂物放喺呢度系 OK 嘅。咁橱柜位置可能会得少少咯。可能要放喺出边噶啦。系啊，同埋呢度咧都带咗一个明窗，系比较大啲嘅明窗。我睇呢个花园嘅呢个明窗，呢度洗翠啦，可以望住油绿绿嘅花园喎，我觉得好舒服啦。系啊 ，OK， 出嚟等下，咁住起出嚟啦，呢度就系我哋亲睇位置啦。咁我哋港人朋友咧，都好习惯呢啲细嘅一个户型噶啦。咁呢边咧两个人喺呢度食饭系。足夠嘅，嗱呢個小凳啦，兩個凳啦，咁台啱啱好嘅，二合一嗰啲台都 OK 喎，嗬。或者我哋有朋友咧，多一兩個人係足夠嘅，4人位咁咯移出嚟，咁呢度空，因為呢度係比較闊啲嘅啦，係，即係如果台面出嚟就會遮住呢度過道咯，係。咁睇大家後期一個設計㗎啦。咁我哋呢個户型咧都係個數廳設計嚟嘅。行過嚟咧，嗱睇到呢個位置就係個客廳嘅位置啦。咁可以睇到啦，成個空間啊，度下1、2、3，差唔多係2.8米左右開間啦。其實咧，雖然話呢個户型咧就我哋普通話就講麻雀雖小啊，麻雀雖細，五雀俱全，五臟俱全，係即係擺咩都係夠位置嘅啦。呢度擺個2人位或者3人位 sofa 啦，茶几、電視櫃啦，買個35到55寸嘅。55寸其實已經 OK 嘅，都 OK 噶啦。30几細咗啲啲。同埋咧，而家我哋所在位置咧，雖然話樓層唔係幾高啦，我覺得嘅光線係 OK 嘅，係。咁出嚟睇下我哋嘅。阳梯啦，咁阳梯咧，哇，都唔细喎。呢、這个阔嘅话，大约系1.2米嘅呢个阔度啊，差唔多1.2米啦。主要系咩呢？我觉得阳梯望出去景都好舒服喎、啊。楼间距都 OK 喎、啊，呢个楼间距咧有成80米宽度嘅。望出去啦，哇，可以睇到小区原来嘅花园，同埋下边嘅院士咯，同埋呢个花园佢系一个长方形嘅。为黑色嘅花园咯，即系唔会觉得去压迫，同埋佢好开扬嘅，冇嗰啲好遮挡嘅感觉。因为咧，佢每一座中间有个空间嘅位置啦，风可以通翻入嚟，唔会话
系好闷嘅感觉嘅。系啊，同埋呢个厨房好靓仔，系朝南嘅厨房嚟嘅。朝南嘅厨房，系俾大家睇睇，系比较靓仔啲嘅。同埋呢个座咧，头先喺花园睇到，佢系可以接住出去，即系大马路嗰边嘅。嚟呢、這個我哋嘅呢個商業街呢度啊，係好近嘅，下邊呢度有個側門出去嘅，有側門出去，呢個側門出嚟。嗱呢度係有個商業啊，差唔多係六千平方嘅商業嘅。後期我哋賣嘢食嘢啦，商業開埋之後咧就比較方便。而家就係呢個售樓處嘅位置嚟㗎。係啦，咁前邊個位置咧係都有新房在售嘅，木馬湖有大隻少少嘅朋友，大家到期都到時都可以過嚟睇一睇嘅。係係啊，咁呢個小區咧都係有大隻嘅。都是一萬一左右到一萬二左右的價位。是啊，因為很多朋友說一定要個細隻的，所以我們今天特登專門拍個細隻給大家了。 OK， 今天看看雷勇的設計，52個方做到兩間房，它是怎樣設計呢？兩邊是兩間房，中間是個廁所位置。看看這邊為什麼它上了這麼高呢？告訴大家，因為它贈送了這個是一個生活露台來的，贈送一半的隻，即是我阳台部件的咯，可以看到啦，差不多有一个七个方左左右右的。哇，都好舒服啊，来过来看看。哇，小区艳良花园一览无遗啊，是吗？这个采光视野都 OK 喎、真是靓仔的，今天天气又好喎、咁其實呢度嘅一個綠化咧，都做得90%，基本上已經整好曬。係啦，可以睇到呢個藍色嘅就係呢個跑道嚟嘅，落樓就可以喺小區園啦，行一圈，係就可以翻嚟瞓覺啦。係啊，係即係唔可以唔使出去出邊去跑步啦，自己小圈啊行兩圈。運動下足夠㗎啦，就 OK 㗎啦。風好大啊，因為呢度好通風啊。OK， 咁可以睇到呢個房間咧，係睇大家點樣設計，做個書房。或者咧做一間房都 OK 嘅，因為呢個位置啱啱好可以做一個榻榻米，一米三五左右，定制個牀都 OK 嘅，一米三五係夠嘅，一米五都 OK。咁呢度咧可以做一個書台啦，或者可以做一排嘅衣櫃，睇大家點樣設計咯。或者我哋唔使咁多房，呢度做一個瑜伽房、書房都好靚喎。電競房都 OK 啊，係，同埋後期又自己封翻個窗啊。封下窗就1000多蚊到2000蚊左右咯。咁過嚟睇下中間啲位置就係個廁所啦。咁而家冇做個圍田啦，就即係會凹落去啦。後期做個圍田啦，同埋呢個飄台咧，差唔多係有兩個方唔到嚇，係可以 book 咗佢咧。後期咧，我哋呢個位置可以做一個隔斷式嘅一個乾濕分離嘅。咁呢度坐廁位啦，呢、這個洗手台啦。嗰個飄窗咧個位置咧係可以打嘅，咁嗰個位置咧可以做到一個沖涼房、淋浴間啦，完全可以做到一個乾濕分離嘅空間嘅。OK， 成個洗手間有成4個平方。廁所咧都係有面窗嘅，係啦。過嚟睇下我主人房，比頭先大少少，差唔多有一個9個方左右啦。呢度咧，1.5米嘅大床 OK 嘅，同埋呢度嘅飘台都可以博咗佢，咁差唔多系有5到3個方，2個幾方咯，系可以全镇上呢个积嚟嘅，咁打咗佢成个房间咧就大好多噶啦，咁呢度咧都系预留咗一排嘅呢个衣柜位置啦，呢度做一排嘅衣柜啦，咁储物空间又有啦，同埋呢个房嘅朝向都系朝南方向嚟嘅，同阳台景系一模一样嘅。可以望到嘅小區園林嘅花園咯，係即係比較光線係。哇！呢個朝南嘅，然之後又好舒服，睇內部又唔會嘈啊。係啦，即係我哋好多粉絲朋友私信留言我哋啦，要想要萬達附近嘅配套方便，交通又方便嘅，咁同埋我唔使咁大嘅啫啦，因為我可能兩公婆過嚟住啦，係咪？最多就係小朋友我哋孫啊過嚟度下假啊，咁呢個單位。真係好啱大家，佢總價又唔高喎，40多萬左左右右就可以攞翻呢個52個方嘅呢、這個單位啦。咁呢個單位咧，我哋算咗個價錢嘅，因為性價比係超級高嘅，468407蚊就可以攞翻呢個單位啦。咁如果我哋粉絲朋友唔想，全款唔想一次性付批嘅，咁佢可以做翻個按揭嘅。咁按揭咧首期就78400
1407蚊嘅啦。咁月供咧就供1697蚊，就可以攞翻呢個裏邊呢一座九座望花園嘅單位。如果我想要最近大門啲嘅，咁可以揀翻十座個單位，十座咧更加平少少咯。同埋十座嗰邊單位咧，佢係朝陽向東嘅，兩種唔同嘅朝向。咁呢套咧就係望小鴛鴦花園啦，就貴少少啦。我要。呢啲差別嘅，咁如果想要睇嗰邊單位，可以私信留言俾我 Lily， 或者咧掃描上邊兩個碼啦，添加我哋微信或者 WhatsApp 嘅，攞呢個單位最詳細資料嘅。咁呢個單位都係發展商而家保留嘅一個，即係比較靚啲。淨係有15套㗎，錯過就冇㗎啦。十幾套而家冇15套啦，十幾套單位啦，比較大間㗎啦。同埋咧呢啲單位都好稀缺啦，成個萬達片區啊好少呢啲細單位。即係臨。即係距離深圳嚟講最近嘅呢個小兩房嘅，其他基本上都係三房啊、四房嗰啲，就唔係好啱嘅，所以呢個係非常之稀缺嘅。好稀缺！佢地鐵又近啦，係嚇，佢高，我哋門口又有嗰個公交車，公交車高鐵站嘅，可以去到西湖出行啦，係咪？係，可以坐地鐵啦，沙田站啦，都可以坐高鐵啦，翻到深圳蓮塘啦，翻到深圳北站啦，即係成個交通係多功能嘅。去到深圳嘅好方便，多條嘅交通路線啦。OK， 同埋呢個配套唔使講啦，隔離400米唔到就係萬達廣場，同埋翡翠山啦、五月廣場啦，嚟過我哋三大商場都知道呢邊係最中心、最方便嘅一個區域嘅啦。係嘅。同埋咧兩大公園喎，如果即係頭先阿 Lily 話嘅帶個孫嚟玩嘅話，隔離就係兒童公園，大亞灣最大嘅娛樂設施最多嘅一個兒童公園，或者我哋想去爬山邊度咧？去亞公頂，亞公頂可以望成個大亞灣同埋淡水嘅一個景觀嘅，非常之靚啦，係都好近嘅，即係喺惠陽站嗰邊嘅啦，係十幾分鐘就可以到。醫院又近喎，係啊，呢度都有個三甲醫院，最近就係。人民醫院啦，第六人民醫院或者去三河醫院啦、胃癌醫院啦，幾大心級醫院都係喺隔離。即係因為我哋好多粉絲朋友，因為我之前引咗好多係十里銀灘噶嘛，佢話我唔想要咁近海邊，又冇市區裏邊嘅，咁呢個單位真係好啱大家㗎。係啊，係即係配套各方面都好啱住家啦。帶孫過嚟玩，又可以去到海邊喎，半個鐘就可以到嘅。係咁，其實好多朋友睇咗呢個單位之後咧，覺得。哇 ，Lily 其實各方面都唔錯，就係爭咗少少無批，無批就要自己裝修。不過唔緊要，你只能揾到我 Lily 揾到起家啦，我哋會一條龍服務嘅，係嘅，係幫你夾下裝修，夾下呢個師傅嘅質素係點樣嘅，因為我哋同裝修公司咧都係要合作嘅啦，係咪？我哋全部業主都係揾呢間公司嘅，因為即係我哋自己嘅公司，係。有咩顏色啦，或者我哋嘅電製衣櫃啦，夾工係有咩質素啦，係咪多層實木嘅啦，係水電啦點樣？因為我自己屋都係我自己親身去裝修嘅，即係裝修非常之了解，係好了解嘅，你唔使擔心，我哋會一條龍服務。同埋啲買啲家私家電都可以幫你。邊度平邊度邊個牌子好，我哋都幫你揾好，好冇 ？OK， 咁唔囉嗦啦，好冇？如果要萬達啲交通配套方便嘅。即刻就係呢度啦！上邊兩個二維碼好唔好？即刻聯繫我 Lily 或者 Helen 啦，下邊都有個連接可以跳轉到我 WhatsApp 聯繫我。呢個單位都係即刻發展中，可以即刻交易嘅一個單位俾你。係嘅，現房隨時可以攞到房產證嘅。咁 OK， 咁我哋咧每日都會喺深圳嘅各大口岸啦，羅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或者蓮塘口岸專車接送你過嚟睇房嘅，順便咧包埋個餐。咁我哋呢次嘅節目都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性格智慧叫我更敬重我看中你的 beautiful soul 樱花盛放片刻枯萎肌肤易落丧失光辉爱公青春拒绝留低，心中的光辉盖过一切。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成日智慧叫我更敬重，我看中你的 beautiful soul。You're the one I wanna chase, you're the one I wanna chase。
抱，过百岁也愿你浸个泡泡浴，我爱上你的 beautiful soul。